洋葱很营养，你不要都不吃青菜，只吃维他命，你这样根本本末倒置。哎，这么巧，你们也在这里？对啊，好巧哦。介意一起做吗？应该没问题吧。如果你没有意见的话，那当然一起吃啊。那可以可以。想吃什么？啊，都可以。你好，麻烦给我个 menu。这里的鸡肉很好吃，你要不要试试看？哎，不用，你点的跟我点的是一样。哎，洋葱很营养，你不要都不吃青菜，只吃维他命，你这样根本本末倒置。试试看。焦老板，你之前不是说让我帮你介绍会员吗？帮你两个配对过了，分数很高哦。真的？我记得我们公司的入会费好像是88,000，对不对？嗯。那我是大股东，所以合理。那他呢？你怎么可以用公司的系统帮他配对啊？如果你要配对的话，也是可以的话，那888先拿来，还是你要帮他付？我是说星座配对啦。我看书上面写说，射手是双子一见钟情的星座，我觉得很准哎。而且这两个星座的 social 能力都很好，又都很喜欢自由。对不对？对对对对，说得很好。那如果我们都热爱自由的话，那你可不可以让我自由啊？交个朋友嘛，你们可以先一起上健身房啊，或者上夜店，有个伴也比较安全嘛。对嘛对嘛，有个伴嘛。所以出去玩会带便当啊？